我现在是文出局136跑者，这个球出棒不太妙，有点手接球之后传给二垒手，二垒手往一垒这边传，哇 ，double play， 是哇，整个攻势又瓦解掉了。虽然是攻下了一分了哈，打破了鸭蛋了，但是这是一个双杀打，这是不是有点手正面的哈，被廖俊凯的策动了双杀。这个观念很清楚啊，分数给你，我要的是出局数。是。而且一次要了两个。赵浩伟今天四个打数没有